就是这一款鲑鱼松蛋卷，抓住顾客的味蕾，香脆咸甜四种不同口感在嘴中化开，令人惊喜又满足。回顾这间店的原因也是因为蛋卷，身在基隆就是要吃到这么道地的特产，酥酥脆脆也很顺口啦，蛮喜欢吃它这个蛋卷，它这个酥脆的口感中带有一点海味，然后还有一点淡淡的蛋香。我是使用蛋白去制作的，就是比较健康一点，因为把蛋黄拿掉，在里面搭配那个鲑鱼松，甜咸甜咸的滋味。另外也很受欢迎的海鲜咸塔，搭配基隆索管和吉姑辣，外酥内鲜嫩，一口咬下满是基隆的鲜甜味。表面烤得非常的有气势，烤得非常酥松以外，它结合了我们基隆索管，里面有小卷，每一口都有满满的海鲜的味道。使用那个我们在地八斗子的小卷，然后还有虾子跟一些蔬菜去做成的，然后搭配那个基隆很有名的吉姑辣。好吃又充满基隆特色的甜点是店内超人气商品，海鲜咸塔及鲑鱼松蛋卷荣获基隆好物。丽仪很感谢市府将基隆好物带到外县市参展，引进不同的商机。我还推荐了我同事来购买蛋卷当伴手礼送给同事，在那个华山文创那边买到一盒，那吃的觉得蛮惊艳的，然后就是下午又打电话来说要30盒。就是新鲜的滋味让顾客再三回笼，创业十年年年都会研发新口味。其实客人都会常来嘛，那他也希望说吃到新的东西，我搭配一些不同季节的水果下去做一些创意的。还有超爱甜点的顾客周周从台北来报道。我住台北，我都说1579来吃甜点，有时候一个礼拜来了3次，他就爱上他们家的，去别地方吃好像没那么好吃。给人恋爱滋味的柠檬塔，馅料超级扎实的葡萄塔，还有与咖啡豆结合的巧克力，每种甜点的手作都展现创意与梦想，水果也融入咖啡中哦。我最喜欢的就是它的柠檬咖啡，是朋友介绍的，喝的时候蛮惊艳的，觉得无敌好喝。用的是自家种的新鲜柠檬，它是属于香水柠檬的一种，我们是使用现榨的，不使用那种浓缩的原汁，喝起来那个香气会比较足。用扎实的功力打造咖啡与甜点的梦想王国，在家人的支持下传递满满幸福的好滋味。记者蔡小军，基隆报道。